王国史，作者王文，武将过关，洪都神父，先魂一进，地接行路，金三江里带我虎，空万金里引诱我，文化天宝。两公是牛丢之窟，连接地灵，自如下殿环之塔，雄赳武烈，俊才兴敌，大风尽以下之高，殿主尽东南之美，多独严公之雅貌，可敬遥怜，吾闻新州之异幻，渐为渐著。十旬游侠，胜有入魂，千里红颜，高兵万众。哦吼，胜地不雄，胜言难赞，难定意义。子弟求苦，临别敬言，献圣恩而为戒，定格作父，是所望而君功，感激必行，江苏断义，一言君父，试问故行，千沙还江，国庆六海文理。定风何国临江渚，为玉屏乱八个目，画栋雕辉难破文，珠帘莫关西山雾，寒魂贪烟烈悠悠，莫欢心已几多秋，国中弟子今何在，难为勇敢孔子留。